月底，俄罗斯波士卡卡斯基保护区的检查员在对其监管的地区进行定期监测时，发现了一只非常大的熊的足迹。隆冬时节，类似的情况在针叶林极为罕见，因此，经验丰富的检察员决定沿着足迹前往熊的巢穴，找出其冬眠被中断的原因。我相信这只熊是被老虎赶出来的，因为棕熊的脚印旁边，老虎的爪印清晰可见。波士卡茨提自然保护区检察员尤里基亚说道。几天后，保护区另一检察员希尔盖拉古丁发了一条消息，称在科尔夫夫斯基地区发现一只大熊虎，他正在追踪一群野猪。而该雄虎很可能就是欧迪尔·欧迪格。2022年11月，伯利地区拉穆尔河附近曾发生过一起惨案，一只长电宽约18厘米的公棕熊被老虎捕食。在保护区检察员到来之后，老虎被雪地履带车吓跑了。杀死该棕熊的嫌疑虎是活跃在该区域的奥迪格·欧迪尔，而这次唤醒了公棕熊的嫌疑虎依然是他。2月3日，保护区检察员继续追踪监测，以查明棕熊过早苏醒的情况，最后终于发现了棕熊冬眠巢穴的入口。Видишь, лежал, накоптал, снег убрать, вот, таявший, лежал тут дней несколько. Нагреб, подгреб немножко. 为了安全起见，检查员绕着入口小径走了一圈，没有发现从圆圈出口处出来的痕迹，这意味着熊在巢穴里躺下并再次入睡。检察员尤里基亚总结道，老虎曾三次来到熊的巢穴区域把棕熊唤醒，但附近没有双方相互搏斗的痕迹。检察员认为，老虎在狩猎区发现熊的巢穴后开始咆哮，棕熊一激灵被惊醒，他的回应是走到洞口前展示自己的体型和肌肉。老虎嘴角一笑，熊呀，你接着睡，我明晚再来。烦死了！